一万金市区，足足身份与众不同，但人骨犹存。虽年十三岁，年纪还轻，享福日子，特意来到虎门山寺念堂，拜师归国寺，希望讲有朝一日，两兵定七国，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，连着多兵数起，万马奔腾，兵荒马乱，地数百姓不安宁。何时何地，才能了却孙膑心关？马良道上，也有孙膑万贯雄花。生死至高，金兰兄弟，两个人友情一动，训练全新的好功夫，兄弟也非常的乖巧聪明，希望讲，阮双人同心协力，以后兵定七国。老爷，你来去，三哥。小弟呀，哥啊，万贯啊，来这给你请安呀。你工课做完了吗？工课做完了啦，啊，逐工做个工课嘛，拢固定的，奇怪呢，我拢无学着其他的功夫，想着这代志哦，非常的硬气哦。依我所见，似乎是昏天不成功。你天资的聪明，伊惊讲你学了伤紧，人讲万丈高楼是平地所起，一步一脚印。比较快稳啊！哈哈哈，对啦对啦，啊三哥甲师傅讲话拢是同款的，不愧师傅真疼疼你，放心啦，只要三哥讲的话，我万贯拢记在心肝内。既然你工课做完毕，咱来去山上所在一游，我着有机会，我嘛会当甲你教淡薄功夫啊。真实的，三哥你讲的哦。最近师傅伫咧教我摆地图啊。真实的啊，哎，又唔过先批评咧。我知影，我若唔想去拍着，只个会猫咧。我知影，放心，一定会手巧如宝。多谢三哥啊，带路来去。
奋发英雄，每天定是动物的所在，我拢是好好修炼。结果是只大哥对伫阮的身躯边，伊原也是异类修行。每天啊，我拢会烧伊往到外面里去，伊来锻炼阮的功夫，你来就是游山玩水。在我的个性啊，我开始外佚佗，那阮大哥就无同款啊。每时间啊，只知影食，知影伫洞中的所在好好修炼。我看伊最近拢伫洞中的所在，写无聊，不如小小伊往到外面里去，来去外面里去散散心情有需要。
吃完了，还是要休困。你甲看卖啊，我这个身材甲你这个身材，你必须爱出去运动一下。你叫我出去，师弟啊，你看，咱伫咧洞中的所在，我拢未惊半步的，我全身躯拢已经咧流汗咧。我知影，啊，飞起来啦！你就是爱训练，训练你的功夫。啊无，我叫你一声师兄，我真正叫袂过呢。啊好袂啦！你甲你输也赚咯，啊无大无细哩，我无甲你赚啦。我咧整理我的毛，迄毛安尼整理起来。师兄，外口哦，今仔哦空气真好，天气嘛袂歹，所以你看看听听的啦。啊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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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佮既然阮输得了，直接咧指我拢了，安尼哦，甲你切断你的好意，安尼嘛无好。安尼，你要去倒位，我对你来去。来去外面小景点，好，你甲我爱。我坐在你树高顶悬，你飞，我对你来去，咱两个靠看。师兄，啊，你要爱我甲你爱哦。我坐在你树高顶悬啊，你飞啊。唔通啊，啊，我请你阿细声着。我嘛是变细声大声，无可能啊。要爱你散，你无我都散。好啦，唔系算啦。好啦，师兄再聊啦，要好。心情就不
术，所以今仔日想讲要来听了暑假千万，也阁有对来讲去。不知影暑假阁有啥物好提议，既然如此，是咪意愿做咪去啊？Thank you.
泄露主意，为是你逍遥自在过日子，讲起来阮也袂孤单，上可悲也真侪姐妹会陪伴，时常来到阮上可悲，给阮当天说地，阮有一段好相遇，为是你总是。欢笑伫咧过日子，踮伫咧天庭住宿，逍遥自在，只是心也真奇怪。到这个时阵，也无看到众姐妹到位，不如在厝宿啊，哪好？今天暑假，苏文你也来啊？是啊。今日当先到位，要甲大小姐请安哦。讲唔对，一动即离。时阵，还无看恁的脸影。是啦，大师姐，来到这要甲恁请安问好。那第二哦，你家知影天气这么炎热，我有一个建议，来去黄河洗身，你想安怎？黄河所在？是啊，咱城区拢无去干去啊。大师姐就讲，讲要来去黄河洗身，我嘛有迄个意思呢。那呢，想问你呢？师姐，我倒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讲，最近天气炎热，我坐船拢坐袂着。既然要去黄河，那呢，我想心凉鼻倒开，安尼是上解好。安尼真好，诸位姐妹，拢有出主意，不如咱就下凡，往到黄河里去啊。当然嘛是好，但你师姐，你就是阮来呀。来啊！Thank you.
啥啦？有咧看呀？无礼貌，真正清凉。姑娘，真歹势，为何全身的风和时中，观看你每世人，好亲像无穿衣裳，安奈伫咧水底咧？公主，希望你为阮倒帮忙，请袂听伫咧声，伫咧无用细事。哦，只要出现对阮的戏啦，就阮的衣裳可以走咯。原来是安尼先，打抱不平，来去替人讨生啦。替人讨生，搞什么好康的？哈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是英雄不该蒙古来去。哎哎，啊，放你进去啊！到你了，到下面，听到你来了。公主，你来看卖啊！这摆是来生理哦，一定要来到家。慢慢啊，找阮讨这个衣裳，我相信到底啊，咱若衣裳无予伊浸落去到底，迄身躯拢烂去。嗯，到时阵，迄白泡泡又黏黏的皮肤，拢变成臭豆腐。我将谁拿哩？
主娘，到底怎么变做？咱来功夫，在意诸佛，不在意诸修。放心啦、啊，哎呦，咱就是假戏三摆，咱就来搞出题，对不对？你想着方法了是？想着了。想着什么方法？赶快来烧啊！哎呀，我来都想着，咱要法事在先。用电用火攻对付伊，哈咧，咱就平安无代志咯。唔对，哈咧，将伊引进到位。今日先来引进伊两个到位。快走，快走！有看到无？行，再看，好啊，会。哎呦！Thank you.
手下留情，得了人事且了人。人伫咧讲英雄不杀下马上，因两个人已经遍体鳞伤啊，伤了因的性命了。阿妈，爱放火咬死人，这死得甲天。我唔敢，我唔敢，烧了到底我的毛都要无去啊！你的阴火主，回来！既然恁伤人，已经败死阮的手头，心服口服，赶紧将新的衣裳拿出。好，我将衣裳还你。啊，烧到八百个人。我说你耶，你身躯的油会着着你家己火。再客气啦。起来呀！较早起来无代志呀。好去嘛，明仔拜。哎呀，无，怕到你哦，你叫我惊。我先甲说，你衫换起来，先你哈。好。出来。李司令跟姓叶先，望恁以后会当改恶从善。我知影，以后我会改恶从善，袂阁对人做出此款的行为啊。行为的轻浮，会误着自己小行之路。欲见成之形，则能成仙得道，望恁自修啊！当然嘛会用，是这是恁的所在。小弟，你倒手受伤，我这手受伤，咱两个做伙陪转来。你先等下子，你先等下，有话要讲。恁两个若做伙陪，嘛去一边。对了，你讲你命犯孙膑，无唔对。唔知影，你甲杜氏迄位叫做官，恁两个是甚物款的关系？方才迄位伊，甲我是相识，最该兄弟，结拜生伫马陵道上。原来你是结拜兄弟，我是想讲要甲你讲一句话。甚物代志？杜氏啊，要管起一帮官，伊的感情心术不正，恐惊日后就是你甲伊结拜为做兄弟。可怜，你会死在伊的手下。阮小弟个性鲁莽，讲话比较较粗鲁而已，但是伊心地善良，我相信一定袂伤害我呀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哎呀，哎，我这有什么路用？看到伊身边为人正直，你甲方官大不相同。所以，我才会好好向伊说道。此款的代志，师兄，咱两个做伙我甲你疗伤，这是咱的动物要陪倒位，爱陪起来内底疗伤啦。喂，哇，神力啊！哇，你来啦，一套外套无？一工比一工搁较浅嘞，食咱的啊！这三工也无退得转来，迄个拢无离袂出啥物人啊啦！爬起来，恁三个走。安尼你们上一边，你待落就好啦。但你就打咪啊！不要紧，我昨天有方法。待落，我先嘞。啊，你先来，家己变啥货得好？呸哟！很重啊，来去边。哎，看下袂歹袂歹。是你讲对的哦，真愈久愈水啊！公主，真多谢你对阮的帮忙，不知如何称呼，我名唤孙膑。帮阮，因为是阮的本分，这次为阮斗帮忙。既然是安尼事，讲起来，阮是神女的身份，不如你知影讲，你上山拜师是找下好人的，望山水灵动，拜师学艺是以鬼谷子。哇！是王禅鬼谷子，是。咱俩唔知影讲，伊拢教导你啥物款的功夫？先别定，唔教。原来是如此，可是伊不做见的，伊王禅有了一本《六甲五里天书》。五里天书？是啊，说有啥物奇妙吗？这本天书。会当了解过去以及未来前后五百年，伊竟然无向恁提说这款天书存在，说过。
面路来甲你梳透，时因不如无，今天甲恁幼年再次相会，解救你是举手之劳啊！真感谢你，我真刻在阮的身上，竟然让我身份代志与你过身，小胆子事，苏公主，为着要报答你的恩情，这三支信香尽送给你。假使讲日后若有甚物看到问题，请下小下信用，我来为你倒帮忙。既然如此，我快速来去，不是？可是小姐，小等下，搁有一句话要甲你交代。甚物话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知理知面不知心，不明镜在心。那是甲咱大夫帮忙吼，做甲个真个子弟，是讲这个孙膑先生来了不还哦。是啊，而且啊，看到伊旁边这个宦官，伊变个心术不正，伊若是阁继续留顶伫孙膑身躯边，恐惊日后也了来火灾。放心啦、啊，咱该提醒拢一定要提醒哦，一切着看伊自己的造化。那恁是会当天地来转？
福多多，福报你后多多多，后生顺便，俺个为叔了后，定得传家业大富，四季那小生，再风帆上岛，可是顺便来个西洋庄拜望为叔。辛苦的也忙官费心，论他忙官非常的感巧，顺便心肝善良，为人正气，恐惊以后性命会不妙，我转转处处记着忙官拜师，忙官啊忙官，你是真正的可恶。修正办法，正当顺便，修下计策，害无奈，不知必来修他为道。这段期间几经经过，我也无爱传家业功夫，希望当官自然立体，回转为动力体，留下顺便。我叫何何来传达了他，今天做得妥妥，好大之喜。走，师弟呀！哎呀，红哥啊！啊，方才你敢有听到？你神灵在讲的，原来师傅伊身躯边一个一不离天师耶。是啊，为天师，神灵的是唯一的贵人。哎呦！帮恁拜师学艺，咱学真济嘞，想袂到这师啊坎坷，拢无甲这个代志讲互咱两个了解嘞。无听到，师傅唔敬传教，可能有伊个用意啦。什么用意啦？哎，三哥啊，你若无安尼去趁这个机会，假言知影，天师这件代志啊，伊若无，你甲师傅问，我开嘴问伊，我开嘴就无同款啊嘞。是，拜托个啦，三哥啊，问一下啦。好啦，有机会你嘛去，别来。师父，师父啊，对哦，顺便忙官哪里见去啊？外面的所在游山万水，考无仙力无上会希望，也能解救平安。一人乌阿姐的大道，想袂到仙力前上三月清香啊！哦，哈哈哈！这就是命大业考无。有一块福气，你就好好运用啊！师父，师徒之间并无秘密，好不容易千里路途来到昆蒙三拜师学艺，最希望学到师父毕生的绝学。但却问天啊，师父你有三观六甲，不易天书。为何这段时间向来唔肯传授？这个，顺便为何你了解为谁辛苦的？有一本三观六甲母女天书，先你提醒，三观六甲母女天书的厉害，能知过去未来有五百年，我也希望日后保护百姓。平定七国，希望师父能得传授啊！无唔对，三观六甲母女天书是一件真好的宝物。本来为师当然想要赠送你，可是时机未到啊！也今天既然真你开嘴了，顺便不费你心想，爱为师就像。就甲不离天书来奖赏你嘛！这是当然，师父，你所修炼就甲不离天书的技巧，我真希望无师袂当失传呐！好好好，你两人来到虎蒙山之岩洞，这块地敢也已经袂少了。你若爱，为师奖赏你。你大只干我，多谢师傅。你甲看，只要你开钱就发，赶快来买，是啊，马上送你啊了。顺便，这
本母的天子的恶鸟，是不叫母亲为所希望你好好修炼。可是天子正当有言理，一旦尊兵开口，为所葬礼其他人无同款，只准你看，不准他人看。顺便明白，那呢是顺便就过体谅，好好运用。师傅严明啦，放心啦，啊那我帮官哦，该不是我的，我袂乌白看啦吼。哎呀，帮官，心就爱静落来，唔通这尼啊冲动。你的功夫虽然也袂到，可是为师卖可来传教你，你要有迄个耐心等候啊。是是是，师傅教导的拢是为耐心，耐心的。再见。我托帮官，我知影你心中在咧想什么，你再将门再顺便。你甲我拖一本三观玉甲武力天书，好，再看你到底是要做什么，我伊顺便有法度静心修养，观个武力天书。天书是假，你个安怎样有用？忙官啊忙官，你也无我奈何啊！是啊，师傅所来者，天师武艺天书，准备观看，切能研究这其中的奥妙。人就讲学识无害，赶紧来观看天书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你来啊！你伫外面做啥物啊？我方便便理你啦。是啊，多谢多谢。咱兄弟之间，那就算个客套嘞。哇，叔哥啊，啊你今嘛是咧创啥啊？在研究三观六甲武艺天书。真实的哦，你敢知影？其实我嘛真想要研究一本天书啊。互相研究求进步，共同学习，咱友情一同。但是方差异，师傅有交代，除了我以外人。袂当观看天书啊！哎呀，三哥啊，你着爱知影，师父啊，总是甲咱常人共款，对待你甲对待我一般的不相同。这天书生来是师父伊讲过啊，伊必须的绝学。山上有仙人，都是三哥啊你，敢讲你袂记钱，读书是咱兄弟，爹妈念都结拜。伊当初我着甲你讲过，我的处境。故不离中，在离开我爸母的身躯边，上山拜师学艺。也不过所学的，不是我心内所想的迄一挂。我一个三年六个月，拢无学到什么物件。迄当阵，他是讲师傅，若是要放我下山离去，我到迄个见面倒倒去故乡地，看我的爸母，立场交我三哥。希望你会当，给我看一下天师的，至少。我嘛才学淡薄物件倒转去，才袂面子尽扫落地。希望你能体谅我的心情啊，三哥。三哥，一本书看是对，忘故安啊。Thank you.
方师父发现，在三界圣城，天书由你所管控。谢谢，多谢三哥，我就知你对我上介好。咱是兄弟，同生共死，是希望要好好学习嘛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我想来去休息。去休息。三言两语，清清晰晰，按照阮孙膑三哥伊的心理，三观六甲无离天师，威仪国主，也真牛真厉啊！不是本人拍早讲的，全部拢我扛起来。哼，我就不相信我班官看袂来，打海滚啊！哎，让我打开天师。
是要恁求天书，是头壳做我空空。孙子是孙家的希望，平平起步是我的希望。既然天父既
道这天书也是甲尊兵的无缘，是，所以你也免为了这不个天书更更意外呀。多谢社会谅解，愿意愿利用，我的错误我必定会好好弥补啊。都唔对，虽然天书非常的奥妙，是世上十好，既然甲你无缘，比夫的分手，你要甲伊放下去，唔免说一个心肝内，来一个艰苦，为此以后。再过想办法传家你啊！多谢师父，你会中休息吧？是，你真在差这遐济，来啦！三哥，你甲看，你家己承认了，师父也无怪罪你啊啦！甲家讲哦，天书甲你无缘分尔咧。是啦。好佳哉是你烧的，迄人我烧的哦，吼吼，而且连根放火烧花啦。有这么严重？绝对严重的啊！你都唔知影代志。你师父面头前莫乌白讲话。老大人脾气较大，脾气较大。三哥啊，我甲你参详，规日即马天书也烧去啊，毕生的哦绝学，一定无伫伊身躯边啊。咱万尾哦拜师学艺就是学这尔咧，啊，非伫即马天书我大概拢有点有记的啦。你若无安尼死，咱兄弟共心做位后生来去。是。我甲我下甲你讲，啊，你甲你下甲我教。拜师三年，也当加成学生。对啊。只是师父无提起。我怎敢开嘴？等到伊提起，你就知影，迄老人家说记性也较歹的，反正伊袂记性哦。咱伫咧遮就三年廿句话啊，咱就好人下山来去啊。爱甲师父提醒，敢讲？你不是你讲迄个爸母？是。我是做想的咧。上家遥远，母亲在去燕山峰，必定对你一心思念。不对，袂当亲皇帝躺在身边。是咱乡人的不孝，对啊，你去讲啦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，我来去讲看嘛去。师父，顺便，为何对这样优秀呢？师父，来到昆蒙山学习，有三年六个月时间，希望师父念得明白，能讲天下父表心，表心是孝为先。离开燕国，带到西凉宫，已经三年六个月，恐惊父母的思念，我在心底孝顺，希望师父念阮乡人的成孝善。这个，准备人讲有孝是感动天，你的孝心可嘉，为师了解，可是这三年六个月。你是行的理想，你敢愿意哈放弃吗？是。哎呀，想讲那个爸母，你兄弟姊妹，我足想要倒转去，但可是我无肯放我下山，我独干好，十哥你讲钱的啦。十哥，我已甲万贯交情，我如亲生兄弟一般，同心出生入死。既然当时来到昆蒙山，要离开也得要约束当时呀。对，哎呀，我知呀，顺便你会这样犹豫，为师这个明白，两个兄弟事情，相同相，对同事，可以可以，为师的事，风凉年下，三天吧。多谢师父。这段时间，人家讲一直为师千载为父，感谢师父栽培，受滚一百。来去呀！我叫当官，好，三三处处，哪哪杂杂。主动着伊孙膑的修炼，是怪孙膑学奸，以后伊是要如何会得成事业不错？好，我自有打算，变成人间的臭泼妇，会当一日假装着伊孙膑，你反头
人，啊，若唔知人，我是一个臭茶壶。顺便啊，顺便，为叔，这是就要来去闹你咯。臭我！在离开的路径，要么给人关门。你来观看，那位的老伯翁已经这么年老了，身体还这么好着，伊也无想要吐槽，好亲像得骨酸嘞，骨酸。是啊，有可能嘞。喂，伯父啊，伯父，你在叫我？是啊。整理遐手机，啊！恁给我叫是有啥物代志哈？伯父，我感觉陈奇文来到此地，观看你已经年纪老迈了，为何你好亲像伫咧骨酸？这是啥物用意呀？你都唔知呀？啊，因为这座山吼，常常这个大个人口，若想要过另外迄座山，那讲阿伯啊，接老啊啦。啊，佫有一挂老阿婆啊，嘛是同款，啊，要对遮过，啊，当然就较无方便。阿伯啊，想讲哦，做善事，凭我当年自己的力量，你嘛知影，看我的穿衫嘛，无甚物金钱，嘛无法度叫人来给我斗三工，我唔才伫遐慢慢仔用，慢慢仔用。所以，你要上这座的高山，骨行白地嘛？对啦，开一条路。伯父，你已经如此的老迈了，观看你好亲像也无啥开眉啊。无啥开眉嘛是爱做啊。以你的年纪，你认为你敢有可能会当将这座山骨成平地？哎，少年的，你讲安尼就唔对哦。阿伯啊，伫遮拄好甲你一句话，你听好详细。咱伫咧讲有心开山山变黄。有心无照照心中，咱人靠一粒的决心，不管要做什么代志，就算比天更加难，咱嘛有法度想办法去甲完成啊！哦，不经计算，阿妹请来无用啊吼！有心靠照照心中。剑心开山山变黄，上苍不负苦心人，有志须敬心。三哥，三哥，你从哪位啊？你观看那位伯父，已经这么鲁莽，但是伊想要做的大事，无论偌久，伊拢坚持要完成。咱来到观望山拜所学的三年六个月。当虎未成年成就来下山，岂不是真可惜嘛？头你可惜什么啦？该学拢学啊啦！啊，对阿伯，你讲的话，迄根本就是让天方夜谭，你要想想死啦！也不过，伊风采的提升，使我想要回头回转，使我身边再受气。袂用的啦！三哥，你答应归我嘞，兄弟啊，感情这么好着，敢讲你忍心放我一个，你要当等你受委屈苦逼？不管。咱是兄弟，我讲会出就做会到。走啊，行，咱下山来去。行啦，别再想我，别再想我。什么阿伯啊？长官，你无回头，你家未成，你家再生，臭茶壶不见，老婆子出现。顺便，为叔必定背劳你，赶紧走！走！还开叫人动我嘞？伯母，你
你在做什么？少年人，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？我的十八孙就要出嫁，我要给他提一领嫁衣。现在我提这钢铁要磨成针，只要磨成，我才能封得嫁衣。我穿上你的孙女，为做嫁妆。这个铁棍这么大支，何时才能磨成绣花针？少年人，你不捌。若无主讲予你了解，一日三年，三日九年，九年成功，有心者，当天的花香绣花针。我知影，多谢伯母，打恁心，你会顺利接到你这支的绣花针。一定会真欢喜，无唔对，有心肠，不怕事会成。世间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一日三日，三日救我，九年就成功。想袂改变，好，今日我三哥一定坚持，我特别特别输我身躯边，做兄弟我也无可能一而再三，你免强依你。又过三哥，你也知影我是无可能倒输我身躯边啊，你也知影，我一心盼望的继承下山倒转去，会当光宗耀祖。当初时你嘛甲我讲过，要牵绳依我。你放心，我来去前面的所在甲人借分房四宝。写一张的推荐函以及家书，你送回燕国，我相信一定有人来看信你。真是的，多谢三哥。一封家书以及推荐函，交代燕山府伸出手上，我相信父亲一定会看信你。多谢三哥，他的有缘分，我兄弟再见面，一条再相会，保重。后一摆见面就是安尼生的，哈哈哈！会散不无散，走走，我也原谅多你，准备你回来了，不丢，
实施河道清修，三年六个月，我现在武艺名声就要下山，希望师傅再收留，我愿意在你身边学习。哈哈哈！我就是咧赞你一句话，顺便要向先生是得兵调出动，解救重生，请你现在小小的修行。你要如何完成你的心愿？希望你会当再次跟随师父身边，传教你佛法，今后必定完成你的心愿。感谢师父。谢谢，今仔日真多谢，真真多谢。今天我被团队带来孙房艳艳，孙房艳艳。